我接到了举报，说梦工厂今天下午有毒品交易。我是绝对不相信啊！但是，又不能不通知你一下，王局，梦工厂依法经营，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肯定是有人恶意栽赃陷害，别有用心呐！我相信梦工厂是清白的，谢谢王局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再见。 喂，哎，杨总您好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梦工厂，你说。刚才王局来通知，说有人举报梦工厂，下午有毒品交易。毒品交易？绝对不可能。这我知道，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好好查一查，以防万一。啊，好，杨总放心，这事儿我会办好的。嗯，啊，那好，再见，杨总。 教堂是个神圣的地方，人们在这里能获得一种心灵的悸动，一切世俗的名利纷扰都会在这里得到净化。没想到，徐总对教堂会有这么深的感悟。但凡到教堂的人，都想得到心灵的慰藉。他们怀有一种向善、向美的健康心理。 因为人在世间，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。他们想寻求人生的真谛，毕竟社会不是尽善尽美的吗？徐总，你是怎么看待人生真谛的？李老师，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我觉得。 人生活在社会中，应该遵守现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尤其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，更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，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社会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。 守在门口，其他人跟我进去。是。我们接到报警电话，奉命搜查，这是搜查证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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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你去吧。哎呀，刘队长啊，稀客稀客啊！葛总啊，我们是例行公事，请配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公事公办嘛。啊，你尽管搜。刘队，什么情况？
柯总，打扰了，说。慢走啊。收队。小高，啊，小王，你们两个留在这儿，24小时不停监视梦工厂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是是，快，其他人收队，上。最近梦工厂经营的状况还好吧？承蒙王局关照，自从梦工厂转手到中天日化后，这个生意啊日渐兴隆。今天的事儿啊，我也是不得已啊。有王局关照，我相信什么问题也不会有。这即便是真的有人兜售摇头丸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嘛，啊，那这么大的厂子又刚接手不久，啊，难免有些小问题。嗯，啊，王局说的是呀，以后您还得多操心呐。啊，自己人操心呐，是应该的。嗯，啊，别把约会弄得像出警一样。哎呀，奶奶，你又取笑人家。哎，王局啊，有什么难处，就尽管直说。杨总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啊，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他的公司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想求我弄点钱。我想来想去吧，只好求助于你呀。不知王局需要多少？100万。请王局放心，明天我就派人把钱送到您那儿。哎呀，杨总，那我可太感谢你了。哪儿的话，那我给你打个条子。哎，王局，你也太见外了不是？这笔钱呢，就当是我们提前支付给你的红利。嗯。哦徐老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林小英。对。
中国公安大学96级刑侦系的高材生。徐老师的记忆力真好。你是不是在等人啊？是的，我正在等一个朋友。你是？啊，我刚好从这儿路过，看到你一个人，我就进来了。徐老师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你，你是我的偶像。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经常提起你的英雄事迹，夸你是个好警察。请不要提起我的过去，我更不愿意听到警察二字。我不愿意提起我的过去，更不希望有什么警察朋友。对不起，我的朋友马上就来了。徐老师，再见。小英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在一起受点委屈是难免的。他说他不喜欢有做警察的朋友。这个徐寒卿，我看他是找不到有益的落点了。小英啊，别跟自己过不去啊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不是他的真实想法，他肯定有苦衷。苦衷？什么苦衷啊？我觉得他还是个警察。是我是呀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呀，我真的好想你呀。曹总，您的咖啡放这儿了。哟，杨总，我不知道您来，我再给您冲一杯。啊，不必了。我听说下午梦工厂那边啊，今天下午警方搜查了梦工厂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好像是有人举报，他们例行公事，没什么事儿。这事儿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。我知道。谁啊？那我先回去了。晚安。我不希望有什么警察朋友。对不起，我的朋友马上就到了。徐老师，再见。
有什么情况？最近徐汉卿好像没什么异常举动，昨天晚上在六君子茶社有个年轻的女孩和他接触过，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开始还很熟，没说几句就不欢而散了。他们说了什么？其他的没听清，好像徐汉卿说他不希望有警察朋友。他是不是注意到你？绝对不会。以前见过那个女的吗？没见过，好像没见过。查一下，看那个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好吧，葛总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了，走吧。哎，那我走了。虽然梦工厂被摆平了，可我们花了100万呢。咱们梦工厂不是还得指着人家吗？就当是花钱买平安吧。什么事？曹总，有位来自香港的施先生来找您，见不见？让他进来吧。好的。不知施总前来有何贵干？哦，我来港州签份合约，顺便来看看。我很好，就不劳施总费心了。大家都很忙，我看您还是……施阳，你……我知道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。可是看在你我相爱一场的份上，我求求你，求你帮个忙。你背靠着大树，有高官做后台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？师娘，说实在的，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只有你对我才是真心的。师娘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师娘，我求你。行了，行了。机会，谁给过我机会？世阳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们毕竟缘分一场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，不然的话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求求你了，世阳。啊，胡秘书，送客。葛总来了，忙着呢。快请坐。徐总啊，咱们请来了红遍全国的激情舞蹈团来咱们梦工厂演出，我是特意来请徐总您参加的。好啊，既然葛总请我，那我一定去。那咱们一言为定啊。啊，你先忙着，我还得回去安排排呢。啊，再见啊。好。
情况，有几个人将卸塔箱子神秘的搬进梦工厂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一定给我盯住了，我马上就到。好了，小王他们来电话说梦工厂可能有毒品交易，由此看来上次是有人故意迷惑我们，这次是来真的了，一定要人赃并获。是，走。执行公务，公安人员执行公务必须遵守必要的程序，请出示搜查证。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犯罪活动时，公安人员可以随时制止犯罪，然后再补办搜查令。愣着干什么？走。是是。你们要为这样随随便便的行为负责任。告诉你，我这是在执行公务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出事儿啊？不是演出来了吗？出事儿啊？他们到底演没演？干嘛呀？请大家稍安勿躁，现在是公安人员执行公务啊，请大家配合一下。一会儿呢，演出将继续进行。走这边。发现了几个可疑的箱子，走。刘队，就是这几个箱子。你搜一搜啊，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中天日化可是港州最大的民营企业，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造成中天日化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捕风捉影的行为
已经损害了中天日化的形象和声誉。刘队长，这些产品呢，是我们今天晚上活动的奖品。啊，刘队长，你们既然已经来了，不如一起坐下来欣赏演出吧。平时啊，想请你们都请不到呢。葛总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刚才是个误会，打扰了大家的兴致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演出现在继续进行。另外，每一位到场的来宾都将获得美容美发用品一套，演出结束后大家到大门口领取。上当了。行了行行了，这跟你们俩没关系。哎，刚才阻止我们行动的那个是不是叫徐汉卿？是，中天日化的副总裁。我觉得这家伙有问题。他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他来中天日化的时间不长。哎，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这跟时间没关系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所谓出淤泥而不染也是有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，咱们现在应该认真的分析一下这个打报警电话的人究竟是谁。大家谈谈看法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李总，想不到一向思维敏捷、行动果敢的刘队长，在你面前也如此的狼狈不堪嘛！身为中天日化的副总裁，维护我们的权益是义不容辞的。况且我过去做过警察，我非常熟悉他们那一套，我有权利和义务和他们理论。嗯，那徐总啊，您刚才那番话非常精彩，小弟啊十分佩服啊。我最讨厌警察那种毫无证据的捕风捉影、草木皆兵的做法。来，干杯！啊，来来。我认为肖坤的余党不止八万一个人，或许还有其他人。肖坤指使其余党不断地打报警电话，不断地给梦工厂制造麻烦，其目的是想把梦工厂搞臭、搞垮，以泄私愤。这也是他为其弟报仇的重要一步。哎，说不定是梦工厂自己打的呢，有这种可能。他们这样做，一方面是为了迷惑和扰乱我们的视线，另一方面，像今天晚上这样，让咱们陷入尴尬的境地。让我们不敢轻举妄动，他们好趁机作案。我同意刘队的意见，肖坤余党所为的可能性很小。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，肖坤余党张斌一伙已被咱们一网打尽，而他的死党呢只有八万一人。肖坤又远在澳洲，加之此人生性多疑，不会轻信别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以后慎之又慎，千万不要落下什么把柄，听见了吗？是。人呢，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，不能只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。施俊雄就是这样一个小人，当时他见利忘义，以为娶了高官的女儿就可以飞黄腾达，结果
落到现在这种地步。我鄙视他，我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他。我就见不得这种小人，这次啊是他来我不在这儿，要不然狠狠地揍他一顿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哪有今天？曹总，喝咖啡，要不然待会儿凉了。雪儿，以后找伴侣，一定要找一个心地和头脑都很严正的人。曹总，我听您的。姓名？谁？你先看一下这个。好。得老实交代啊！你知道你犯什么事儿了吗？喂，你好，刑警队。啊，王姐啊，啊你好。啊，刘队啊，你稍等啊。年龄？王姐的电话。二婶。喂，王局啊。杨和，你们昨天是怎么搞的嘛？王局，昨天我们监控梦工厂，发现有人鬼鬼祟祟的搬着很多箱子出入，怀疑有毒品交易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向你请示，进行了突查，结果查出来的全是美容美发用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。早上中天日化的副总裁杨潇打过电话来，说有不少记者到他那里，就昨天晚上我们突查一事进行了采访，都被他一一挡回去了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呀，没有充分的证据，不要对中天日化轻举妄动。昨晚之事给中天日化带来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，这种结果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吗？同时也给我们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吗？我建议立即撤回对梦工厂的监控，同时由你带队向中天日化做出书面道歉。王局，这事儿我们再商量一下。不要商量了，就这样办。真是当世的诸葛亮，昨晚的妙计实在是高，一箭双雕，既让警方陷入尴尬的境地，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，又考验了徐汉卿。葛明，你觉得徐汉卿这个人可靠吗？这个我说不准，不过我觉得他昨晚的表现还行，在不知道是否有毒品的情况下挺身而出，据理力争，维护咱们的利益，他这样做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。像昨晚那种情况，挡是挡不住的。像这种挡吧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真心实意的挡，另一种嘛，是装装样子罢了。不知杨总认为他属于哪一种？两种可能都有。依杨总您看，前两天打神秘报警电话的人究竟是谁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利益是行动最好的解释，谁从中获利，就是谁干。肖坤，嗯，通知杜老大，查一下是谁在暗中帮助肖坤办事。是。给支烟抽。麻烦，想清楚了吧？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毒品交易，肖坤有没有参与？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没有，不是肖坤，是肖鹏。冯八万，
还在执迷不悟啊？我说的是实话，信不信由你。除了你，还有谁在替萧坤卖命？没有，他信不过任何人。真的？我敢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。从客观上讲，昨晚薛汉卿表现得还真不错。怎么表现的？首先立场坚定，勇敢地站出来不让搜，以大局为重，警方搜后他据理力争。好事吗？得到他的帮助，我们就会无往不胜。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。怕就怕他只是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。这件事我们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真的吗？哎，也没问题，就是那天晚上到咱们工厂来搜查的那个女警察。薛汉卿最近有什么动向？薛汉卿最近倒没什么可疑的，就是最近频频接触李墨庚。李墨庚？对。有没有和其他人接触？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继续关注薛汉卿的举动，有什么情况随时与我联系，注意不要被他发现。明白，葛老板，我走了。木庚，快去开下门。好。韩梅啊，李老师，哎，你看，来就来嘛，还拿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了？我来看一下师母嘛。师母，正忙着呢。韩梅啊，快坐下，等会儿一块儿吃饭啊。李老师，我来帮一下师母。不用不用，你跟李老师说话，我这马上就好。快去坐。李老师，难得这几天你心情这么好啊。现在想通了，爱默生有一句话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乐趣，人生短暂，我何必整天愁眉苦脸的。李老师，看着你神清气爽的样子，我也很高兴啊。韩梅，咱们很久都没有在一起好好聊聊了，今天请你到家里来，一是咱们聊聊天，顺便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。李老师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韩梅，你也不小了，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事情了。